弃的、虐待的、缺胳膊少腿的、瞎眼睛的、流浪车撞的，啥人都有。面对这些伤残的小动物呢，就是说根本没有办法不去做什么了，就是想给他一个家。这个是狗馆救过来的，刚到基地门口，自己就傻乎乎的晃荡晃荡的就往基地里进，进到基地看有那狗粮盆啊，一脑袋扎里就开始吃完，躺着找个地方一趴就开始无忧无虑，就像知道自己咋回事儿。我还是年轻，所以说我有我很多的事情要忙，就每天都在想，哎呀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太累了。但是一想到这些人吧都在，这个团队的能量也在这儿，力量也在，就是挺着，挺着。